CPBS 2020年第一个小的分享呢，是关于基金的申请。昨天我在这个 PPT 是我昨天做的拖延，昨天在做 PPT 的时候，把这些 logo 全放在上面，然后我就想什么时候做 post 的时候，做 PPT 的时候把这些 logo 都放上，就爽了，一个就够了。OK。然后咱们现在这个进行基金分享的一个交流，主要的目的不是交流申请经验，因为说实话这里边我只申过一个，然后没有太多经验可以交流。其实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一个信息分享，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在申基金，大家说哇，申基金要申基金，申，那你申什么？去哪找信息呢？这其实是最难的一步，是吧？然后当然了，再往前难的一步可能是你有一个想法，这就另说，咱们不讨论研究想法，大家自己有都有自己的研究想法，咱们只讨论信息怎么去找。如果你想寻求帮助的话，怎么样去寻求帮助，这个是今天这个分享的主要的目的。然后呢，这个分享呢，我有4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尽量在25分钟之内把它讲完，然后剩下来的时间与大家交流。OK， 欧洲的主要国家，每个国家几乎都有自己的基金委。然后呢，这里边其实都有很多。那欧盟国家那么多啊，包括其实不是欧盟的，对吧？比如像挪威啊、像瑞士这样的国家，那它都有。那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咱们没有时间把这些所有东西都讲了。那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讲所谓主流的基金申请。那怎么判断主流呢？主流有可能两个判断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科研教学或者说教学的质量怎么样。比如说像英国啊、像荷兰啊等等。那荷兰虽然小，但是学校学校也很少，但是学校都很好。像比如说这个德国的话是另一个思路，国家也很大，然后呢学校也很多，你数一数的话，100多个大学真的是有了，然后也有很多研究所，这都是比较主流的一些思路。像这个比如说还有英国，对吧？虽然说脱欧了，这里边咱们可以一会儿在讨论的时候交流一下这个脱欧会给基金申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第一个就是科研实力，怎么判断它比较主流？然后主流是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说的，怎么判断主流呢？也可能是这个国家它自己这个英语的普及也算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像荷兰、像北欧，这英语普及都很好。然后呢，像这个西欧的一些其他国家，像我在奥地利啊、德国啊，也都是非常这个英语普及率都很高的。这也是就是大家去进行留学啊，或者说科研的一个选择的时候进行的考虑。所以呢，咱们就着重这几个国家也是就是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像我北欧我觉得很好，但是我不了解，所以如果有了解的话，一会儿也欢迎大家来进行这个他的分享。今天呢，咱们分这么样的几个步骤。其一呢，就是为什么要申请基金，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是吧？为什么要申请基金？然后呢，基金的分类是什么？基金的分类呢，分两个划分的标准，一个是钱的来源，一个是大家职业生涯发展的阶段。然后呢，举三个例子，然后一个是这个玛丽居里，一个是这个欧盟的 ERC， 然后一个是荷兰的一个例子。然后呢，再说一说一般申请基金的时候都需要什么样的准备材料，有没有一些共性。然后呢，再说一说这基金很多啊，那怎么才能找到所有的可能性呢？这个很难，但是有一些方法。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如果想寻求帮助的话，怎么去寻求帮助。最后呢，在最后的最后呢，是这个提问和交流的环节。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申请基金？申请基金很有用啊。申请基金呢，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卓越的研究的想法，然后呢你自己没有钱，然后呢你就去跟基金委说，嘿，基金委给我点钱吧。然后呢，其实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呢，就是说你想做博士或者说也想做博后，然后有一至两个目标的导师，一般来说一个就行了，有一至两个目标的导师，然后你联系他，然后导师说很遗憾我没有钱。那怎么办呢？咱们可以一起申钱，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想申请，觉得这个像得三好学生，像这个拿国家奖学金一样，这种，也是一个追求。然后呢，对大家的简历 CV 非常好。然后呢，这个基金申请这个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就是你怎么样
在很短的一个篇幅之内说服基金委的人，说服审稿人，说我这个研究很好，然后你给我钱，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训练，就是推销自己，怎么样把自己合理的推销出去。然后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表现出来你自己能被资助，就是 you're fundable，就是这是这样的哈，这是本身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就是你如果在申请，大家如果在申请大的基金的时候，如果自己的简历上有一个小的基金，就这两个是连起来的哈，就自己的简历上如果有一个小的基金的话，你就会跟那个审稿人说，你看我以前已经被资助过，就是我有这个被资助的能力，然后你看我是不是申了一个小的，现在给我一个大的，就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然后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当然还有可能很多其他的再额外的原因哈，主要的就是这些。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个人的建议，就是，每年都申，不管申什么，大的小的，不管是基金还是奖项，如果有你能够申的，很多时候你不能申，你可能比如说博士没毕业，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某些国家有这个年限的要求，在这个国家待的时间不够长，OK，这些不能申的话，咱们就不管，就说你能申的，每年都申一申，不管大不管小，这些真的都是很有好处的。就个人建议哈，个人建议。然后呢，下一个话题呢就是基金分类。然后第一个分类的标准就是这个钱的来源。钱的来源呢，在欧洲主要有那么几个，一个呢就是欧盟的钱，然后其次呢就是国家级别的钱。然后这个举的例子呢是德国的，国家的就是最大的资助的机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非大学的研究所，比如像类似于中科院这种。这个是马克思·普朗克，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基金资助的体系，然后呢，再一些呢，就是一些非盈利的组织，然后这里举的例子还是德国的，就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sorry，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阿发哈，阿发哈，然后呢，最后呢，还有就是工业界还有一些钱，比如说这是一个制药的公司，罗氏，然后呢，他们有比如说神经科学的一些资助。OK，这就是这个这划分哈，这对大家来说，其实这个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就是没有太多的意义。你管他的钱是哪来的呢？反正你就是，我就需要一个钱，我申谁都行，你给我就可以了。对，这是一个划分。然后对咱们来说比较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对于职业生涯阶段的划分。然后每些基金可能有不同。然后这里头关注的呢，就是同一个基金委，然后它可能有不同不一样的不同。不一样，各种各样的这个资金的项目，然后呢，有的是比如说给本科生的，有的是给硕士生的，有的是给博士后的，有的是给当 PI 的，是吧？就是这个很重要，你就知道哪一个是适合你的。然后这里举奖励的哈，就是不具体的这个奖。然后这个是奥地利的基金，你就看这个阶梯的这个趋势呢，就是这里是给大学生的，这里是给 PhD 的，然后这里头是给博士后的，然后这里头是给这个想自己独立成为 PI 的，然后在这里的呢，就是作为一个比较有名望的教授，可以申请一个类似于终身那种奖，忘了词了，终身成就奖。然后这里头，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这个 Erwin Schrödinger，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Lisa Magnus。然后薛定谔就是那个薛定谔，薛定谔的猫那个薛定谔，他是奥地利人。然后这个的目的呢，就是给在奥地利做博士的人去出国交流的一个项目，这叫 outcoming。一般来说，就是博士后的时候都是分 outcoming 跟 incoming。incoming 呢，就是反过来，就是你不管在哪做的博士，只要不是在奥地利，但是我欢迎你来奥地利做博后。那这个呢是这个 Lisa Magnus，那 Lisa Magnus 是一个物理学家，然后也就是，就是跟他合作的那个男性的物理学家得到了诺贝尔奖，就当时对这个女性的科学家不是特别友好。但是呢，就是在这里我们来缅怀 Lisa Magnus。OK，然后举下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 DFG 是德国的基金委。然后呢，同样的一个思路哈，这里说比如说就是学习阶段，博士以前，然后这是博士、博士后，然后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然后举两个这个小的拿出来单说，然后一个是这个 Emerita 呢，就是如果你博士毕业4年之内以答辩日期截止开始算，4年之内可以，如果想申请独立 PI 的话，可以申这个 Emerita。然后呢，再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就是同样的啊，这个 Heisenberg Professorship，那就是想就是再往上走一个阶段，就是想成为教授的话，那可以申请这个钱。OK，然后这些所有的信息，其实都是可以去上他们这些自己各自的网站上去得到的。
这思路呢，就是说要大家就不用关心这个钱到底是哪来的，但是需要关心的是自己处在哪一个职业发展的阶段，哪一个是适合你的。然后下面呢，举三个例子。然后第一个例子呢是玛丽居里，然后一般缩写为这个 MSCA，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玛丽斯克洛德夫斯卡库里 Action，就是他是波兰人嘛，然后这是他以前的姓，叫玛丽斯克洛德夫斯卡，然后居里不是那个皮埃尔居里的姓嘛，然后玛丽斯克洛德夫斯卡居里行动，所以说大家看有一些新中文的新闻就说玛丽居里行动，玛丽居里行动，其实要是把要一个应该必须，我觉得个人来说，我觉得必须要把斯克洛德夫斯卡加上，这个也是对他的尊重。OK，然后呢，这个一般来说呢，最最最最最。和大家贴近的是一个叫 IF 的，就是玛丽居里的 IF，Individual Fellowship，是干嘛的呢？就是给你钱做研究，然后其实是一个博士后的项目，就是说如果你博士毕业了，然后呢想换一个欧洲的国家，或者说哪怕不在欧洲了，比如去美国、去中国，拿着欧盟的钱去中国，这是完全可以的，就可以申请的居里这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在欧洲之内呢是这个 IF European 项目，然后呢去拿着这个 IF 去欧洲以外的国家呢是这个 Global 的项目，然后呢这个欧洲的项目呢是2年，就是拿这个钱可以在欧洲做2年的博后，然后呢这个 Global 的话呢是一个2+1，就是去欧盟以外的那国家做2年，然后再回来就返回有一个 returning phase，然后再回到欧洲的一个国家做1年。然后呢，这个大家为什么就喜欢申玛丽居里呢？一是他名望比较大，身上一个就是自己 CV 看着非常好看；二一个就是这个钱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基准的系数，不知道现在改没改，这图是去年的。然后呢，这个一个月呢税前呢是大概将近5000块钱，然后呢再乘以这些应该是乘以啊，我觉得应该乘以一个就是那个 national coefficient，就是每个国家的系数。然后这国家系数呢定的基准呢是比利时，因为就是欧盟的总部在那个首府在比利时嘛，然后比利时是100%。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国家的这种消费水平啊，这个收入水平啊，进行那个上下的调整。然后比如说德国，我忘了是97还是九百分之九十七还是93%了。然后比如说像这些比较贵的国家，像这个瑞士啊，120、130之类的。然后这个稍微那个什么一点的国家，比如说东欧啊，有可能是80%啊，70%都可以，都可能。但是这个基准系数做微调，咱先不管这个系数了，就说以这个基准算，然后这个数呢乘以12。然后呢，这是工资，对吧？然后呢，这个居里呢或者欧盟呢还给额外的一个钱，大概是600块钱。然后这个钱呢，如果你申请居里的话，一定要问清楚，这个钱有的时候是能给到你手里，有的时候就给不到你手里。给不到你手里的意思就是给到学校，就给到系里。就 anyway 啊，就是一般来说这个钱是给手里的，那这两个部分加起来是给到你的手里的。然后如果说呢，那个家庭，比如说有这个结婚了，有配偶，还有小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钱。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也确实，官方来说，这个居里也是有给学校的钱的，比如说有这个钱。然后这个钱是干嘛用的？这个钱是虽然说给到学校，但是还是给你用。比如说你要去开会啊，比如说你要参加 workshop 啊，比如说你办签证啊，那都是想让给你报销。那这个报销的钱从哪出？也是从这个居里里出，是这个钱。然后再有一部分的钱呢，就是这一般叫 overhead，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翻译，管理费啊之类的，反正一般来说就是非直接的一些花费。然后这个钱呢是给到学校，简而言之就是二分法，就是把这个问题稍微就是最简化了，已经不切实际的简化了。所有就是申到欧盟的钱哈，所有欧盟的钱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给到你的钱，这个之类的，另外一个是给到学校的钱，这个。然后说二分法嘛，像这个部分其实还是给到你的，就是它只不过是学校帮你管理，你用它就给你，你不用它就帮你存着，但是这个钱简而言之还是给到你的。对吧？然后这个是唯一一个给不到你的钱，那你就觉得就是这个我为啥申钱，然后还他不给我，还给学校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这个因为学校啊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学校如果把你招过来，他得给你个办公桌吧？他如果这个学校把你招过来，你办公室要刷墙，他得给这个刷墙的工人钱吧？如果你觉得你椅子你坐的不舒服，你非要买一个特别好的人体工学的椅子，那个椅子的钱谁给你买，对吧？这还是都是这个钱，就是他把你招进来之后，他也要给你身上花钱的。虽然说可能实际不到你的账户里，但是他需要花在你的身上，这是他的钱。然后这个钱呢，就是对学校也是有好处的，就是学校也可以不用。就是我觉得学校说我不给你刷墙，我不给你买椅子，
这个钱就进到学校的这个大的这个基金里，这也挺好的。就是学校本身来说，也欢迎研究者们、科研科学家们来申请，像比如说居里、像 ERC 这些项目，因为他们会 benefit， 对吧？所以他们也愿意就是这种比较有实力、能够有希望申请到的人来申请自己学校。所以你看，每年申请的马勒居里、申请的 ERC 之后，学校呢打广告就咣放出来，就说你看我们学校又申到这个了。为什么他放出来？因为他得到钱了，对吧？就是这样比较简单的原因。OK， 咱们这个不扯了啊，扯太多了。第二个，这个 ERC， 然后 ERC 呢，就是这个叫做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这个欧盟这个基金委吧之类的。然后呢，它有很多项目，一般来说呢是三个，然后咱们简单说一说。然后博士毕业之后，还是以答辩开始算，2至7年可以申请 ERC Starting Grant， 然后7至12可以申请 Consolidator Grant。然后这个呢，就是一本，它好像没有比较明确的，可能是12年以上，可能是也没有，反正就是你比较有名望的这科学家才可以申请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叫 Synergy Grant，Synergy Grant 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多个撇联合起来申请一个联合项目，像这是2至4，像这1、2、3，这三个都是给一个人的，就是给一个撇。然后另外呢，一个呢就是叫做 Proof of Concept。这个一般对大家不太适用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得先申请上这三个之一了，然后你就说你想搞一个新的概念，然后你才可以申请这个，就这个是一个就是层上层的一个事儿，先不管它。然后对于大家比较贴切的，我觉得是这个吧，就是这个 starting grant， 就是你博士毕业之后做了几年博后，然后想自己成立科研组了，然后就可以申请这个 starting grant。ERC 其实跟大家的距离或者说这个熟悉程度，我觉得应该是一点也不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被招进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里肯定有很多人博士的这个资助和博士后的资助，就是自己老板啊，就是他是有 ERC 的，然后这个就去哪儿开会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 logo 的放在自己的 PPT 或者那个 post 的下面，都很有意思。然后一般来说啊，老板申请上了 ERC 基本上都可以大肆的庆祝一下，对吧？然后他申请完之后，他可以把你招进来，然后你就是在老板 ERC 项目下的一个科研工作者，非常爽。然后他，你看他爽了之后，你是不是想自己爽？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申请。就是看几个统计数据吧，大家都是科学家对吧？咱们就喜欢看数据 ，OK， 咱们看一看数据。ERC 呢分大个三个大的 panel， 一个是 Life Science LS， 然后一个是这个 Physical Science 跟这个 Engineering 好像叫 PE。然后呢，第三个是 Social Science Humanities 的 SH， 然后这里边是应该是去年的数据吧，交的数量，然后这个是得到资助的数量，然后你就看一看，平均一下，大概这个成功率或者说这个竞争率就是10%到15%之间，每年不一样，那基本都是10%到15%。OK， 然后下一个图呢就是年龄的分布，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就 Starting Grant 是给博士后毕业。做了几年若干个博后的人，然后 consolidator 呢就是7至12，然后 advanced， 然后这是一个年龄的分布。你看这里边就是最多的哈，申请到 starting grant 的时候，这个年龄最多的这应该是33、34、35吧之类的。对，然后这其他的也很多哈，像比如说32、33，以及比如说像这个时候，像40多岁还要申请到 starting grant 的，也是 OK 的。对，然后呢，再下一个呢，就是国家的一个考虑，这个已经是今年的数据了，就2020年的，就之前基本上都是英国都排第一，然后因为这个拖的原因了，我觉得，然后呢，德国排到了第一。那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数据呢？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去申请，ERC 或者说干什么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考虑还是有的，就是你觉得如果这个国家它经常能申上，你是不是可能就考虑去这个国家做一个博后，然后再从那个地方申请一下 ERC 呢，对吧？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瑞士、西班牙，这个是哪儿？以色列，对，以色列就是欧盟的一个，就是叫 associate country， 就它本身不是欧盟，但是它可以在欧盟里面申请这个钱。然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丹麦、奥地利、芬兰、挪威、葡萄牙、爱尔兰、波兰等等，对吧？OK。对 ，IT 是意大利，那个 IL 是以色列应该。然后最后一个数据哈，就是一个性别的分布。然后这是分这个三个 panel， 然后每一个 panel 之下还有子 panel， 这个 LS 啊，这 LS 嘛 ，LS 分1、2、3、4、5，然后这 PE 分1到10，然后等等等等等，就是看这些都没有用啊，就是哪个是咱们关心的？这 S4 啊 ，SH4 这个 SH4 是我目前
看到的心理学脑科学的工作者就是用的最多的，偶尔他们会就放到 life science 里边，因为如果有做稍微就是偏脑偏那个疾病的话，他们可能愿意去 life science 里边申请，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 SH4。OK， 然后第三个例子啊，是这个荷兰的，就 NWO。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为什么我从来没在荷兰待过？我为什么不举我熟悉的德国的，或者说我熟悉的奥地利呢？是因为我就个人非常喜欢 NWO 的基金那个命名，然后扯一扯啊，说这凯撒大帝呢就征服这个罗马，这个征服那片土地的时候，或者说之前呢，他就跨过了一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叫呢 Rubicon。然后那跨完了这条河之后呢，他就说出了著名的，就是我来到，我看到，我征服啊 ，Veni, Vidi, Vici， 这是拉丁语。这是一个故事。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 NWO 在命名自己基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名字，然后他用了这个 Rubicon 来给就是博士毕业想在荷兰以外做博后的人来申请。就是你看我博士毕业了，我是不是要跨过一条河去其他国家做一次博后，开拓一下自己，然后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呢？我 I come across the Rubicon River， 对吧？就这是他的这个给博士毕业之后的博士后去荷兰以外申请这个的钱。然后呢，如果之后呢想成立自己的组，就是一上来先申请一个小的叫 Vini， 然后再申请一个中间一点的叫 Vidi， 然后呢再最后再申个大的叫 Vici。对，这就是他的要求嘛。那我们看一下这 Vici 三个哈，就是一个呢是说最小的这个，比如说三年的一个25万的一个钱，然后之后呢这个中间的这个呢是80，然后之后呢这个 1.5， 对吧？然后这个已经是和那个欧盟的 ERC 可以完全匹配上了。但是你看这个年龄，对吧？这个其实钱上匹配不上，欧盟呢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给到2.5 million 或者这个2至2.5了。OK， 就是一些国家级别的。然后呢，咱们说完了这几个例子之后呢，看一看一般来说有没有什么共性的申请的材料。这里边说一个最大最大的区分，就是你在选择自己要申请什么基金的时候呢，一定要关心这个基金它的就是 focus 是什么，对吧？这个 focus 呢，主要是一个就是说你科学的这种卓越的程度 scientific excellence，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职业的发展。这个两个区分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它在基金申请上的侧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比如说 ERC， 它其实根本就不关心你职业发展，它是一个完全就说这评审标准上啊，它是完全就是看你这个想法好不好的一个基金。那相反呢，比如说像这个 NWO，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Rubicon 啊，或者 Vini 啊，然后以及像这个居里的这些项目啊，它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个人的发展，像比如说这个 researcher 它占40%呢，对吧？这个真的很大，就是它关心这个职业发展。除此之外呢，当然也有这个 proposal， 就是说看这个 proposal 本身这个研究的想法占的比重。你像居里的话，这个真正的这个项目的比重呢是一半，然后其他呢还有一些等等一些自己的一些发展也在这里边。OK， 那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真的共性的一些东西呢？是有的，不管说它是一个你关心科学的卓越的，还是一个关心职业发展的一个项目，它其实你都得需要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想法，然后这个是一个共性。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是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你自己发表文章的一个记录呀，比如说你 PI 和这个 host institution 的选择呀，然后比如说你能不能在3年5年的这个时间里完成这个项目呀，这些可能都是一些比较额外的考虑。像 ERC 其实根本不太考虑这个，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就说，上一篇说了，这有一个叫 high risk high gain 的一个问题，他其实愿意鼓励你去做一些有风险的项目，然后做不成也没什么，就相当于风投嘛，做不成呗，做成了更好。OK， 然后下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想申请基金，我听了今天这个报告，觉得很有意思，觉得想申，然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很多很多，无法穷尽，基本上可以穷尽啊，但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难穷尽，怎么办呢？这个方法呢，就是上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呢，是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然后它叫做 ECR Central， ECR 什么意思呢？叫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就是给咱们这种就是职业生涯、科学职业生涯初级阶段的这些研究者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网站。然后其中之一呢，一个比较大的一方面呢，就是说 Funding， 你如果想输入，比如说您说我是这个领域的，然后我想从这个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然后把这些信息都输入进去，然后他就给你列出来哪些你能申请，然后这就很好了，然后你就看着一个一个看看哪个适合自己，然后就申一申。然后呢，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proposal 多个基金申请的问题，行不行？我就有一个 proposal， 我一个 host 我联系好了，然后我写两份，一个申请到 ERC， 一个申请到比如说那个荷兰的那个 Vini 啊，这个不太匹配的 Vidi 吧。啊，行不行？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如果你同时拿到怎么办呢？你就得去掉一个，对吧？一般就是留着 ERC 就行了，把那个小一点的去掉。OK， 下一个这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呢，就是说 ，OK， 申请基金非常好，那我去哪寻求帮助呢？一定去看这些网站上的要求，看一定要非常仔细的看。他其实把这东西都写得很清楚了，然后很多时候你要是不看的话，那就只能赖自己了。然后呢，有的时候他把他这个写的吧，其实也不清楚，你确实没看到，怎么办呢？他这个 FAQ 的，这个环节呢，一般来说非常有帮助。他就问你啊，你这样能不能申啊？这样还是不是有资格呀、啊？等等等等 ，FAQ 非常有帮助。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去看一看以前被资助的项目，就看看就是感受一下，看看他们的这个都是什么样的项目，去感受一下他们都干什么的，然后觉得看看自己能不能就是往这个方向努力一下。然后再者呢，就是一般来说本地呢都有好多这种培训的这种 workshop， 然后因为这个新冠的原因，其实很多现在已经 online 了，我觉得之后他们会依旧把这个东西搞得 online， 就都可以去参加，你不用只参加自己国家的，比如说你就头两天我参加了一个就比利时的这个机构培训的一个这个 ERC 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这种也是信息类的分享的讲座吧，就我从那里面弄了好多 PPT， 然后就你可以去看别的国家的这个，因为自己国家可能没有，因为 ERC 嘛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哪国家办的都是一样。然后呢，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跟同事啊朋友比较好，然后他申请到了某个基金，然后你问问他你能不能给我看一看，然后保证不外传。反正好好问，一定要好好问，给不给那是他的选择，但是你一定要好好问。然后呢，那如果他不给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写好之后说，那我写完了你给我看了行不行啊？这个一般来说人们都是愿意答应的，就是你写完了之后给你的同事导师，哪怕是不是你领域的，哪怕就是陌生人，这陌生人是怎么来的呢？就为什么加这个呢？就是因为好多人啊现在就用 Twitter 嘛，从 Twitter 上他就说啊，我写好了 proposal， who wants to read it？ 真的就有好多陌生人，也不是个坏事了，你就是自己决定。OK。然后呢，然后作为中国人呢，咱们还可以去看小木虫，然后当然其他国家的可以看他们自己的这个论坛哈，比如他那个德语论坛啊、法语论坛啊等等，肯定是有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会是有。对，然后还是如果想申请的话，那样要准备的就是至少这个想法，说我要申请要走，不是说我明年要申了，明年六月要截止了，我明年三月才准备，那明年三月才准备，哪怕三月准备的话，你是不是现在开始就已经有点晚了呢？我觉得一至两年的这个周期。就哪从你想决定 OK 我要申请开始，到你真正把申请交了，我觉得一年半这个都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真的不要只局限于自己在的国家，就多看一看这各种各样的机会。比如说你在德国的，我说就想申德国，还就申 DHD， 第二批申不上，我申这红宝申不上，申莱布尼茨，申不上怎么办？对吧？你就看一看，就是这些国家的其他国家的机会都可以看一看，等等等等。对，然后这是举两个例子哈，然后一个就是说这个他这个 ERC 官方是办这种 online 的分享，然后可以大家上那个网去注册，这个是从下周开始。然后呢，还比如说呢，这是奥地利的一个项目，然后就是这个叫 Proposal Reading Day， 然后他把人们弄到一间小教室，然后把以前申请成功的叫奥地利的哈，就本土的这个 Proposal， 然后分给大家看，然后比如说啊，不许照相，不许干嘛，不许带出去等等一些规则的 ，Anyway， 反正你可以看，挺有帮助的。然后比如说这底下这小木虫的几个例子，然后你看这种什么居里啊、申请书、什么红宝啊等等乱七八糟的，都可以看。OK，
然后呢，我的部分就完成了，然后现在就正式的分享就完成了。然后就是下面呢，我们之前报名的时候收集了很多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基本上我这个过程都已经涵盖了，然后唯一没涵盖的可能是这个年龄限制没有哈，没有这个生理年龄的限制，只有说从你博士毕业答辩那天开始算的那个年龄的限制，就是学术年龄。比如说答辩之后2年，答辩之后7年都可以。你比如说那50答辩呢，行不行？完全没有问题。其他的基本上都涵盖。然后我后边还列举了一些大家就是自由提的一些问题，还在报名表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在这儿就停下来比较好，然后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看大家有没有一些想问的问题。谢谢。没问题，没问题，我可以继续，因为我这准备了很多问题，就是准备了大，收集了大家问的很多问题。我可以提个小问题吗？就啊，是，从你博士答辩那一天，还是从得到博士学位？因为它中间是不一样的时间。对，那个就是得到，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就是我，比如说是假设我10月1号答辩，然后转年的2月1号我才收到那个证书邮寄的话，但那个证书上也是写的10月1号。就德国是这样的，就是答辩日期是最重要的，你邮寄什么日期无所谓的啊。就是我的情况是他好像是，他证书上写的就是1月份，跟答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你其实越晚越好，你晚了几个月，那就多晚了几个月嘛，不是？在合理的情况下，如果你晚了，这不是一件坏事。是的。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真的，如果没有，我可以继续哈。大家如果就是比较这个害羞的话，一会儿就不害羞了。我能问一下，他那个打分是怎么打分的吗？计分，他是从一到几分吗？这个每个基金都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有的可能是比如说一到几，然后比如说再之类的吧，都有可能，因为我待会儿其实想分享一个，我现在在芬兰，就是我待会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那个 Academy Finland 的这么一个打分的一个，而且得奖率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刚刚你的这个 lecture 里面没有 cover 掉的。我待会儿可以，如果待会儿有时间，我可以简单来给大家 share 一下一个东西。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学术年龄的问题。就嗯，假如，因为我有2个博士学位啊，嗯，那我是算我第一个博士学位答辩的就开始算我的学术年龄，还是我拿了第二个博士学位的话，我就 renew 了一次我的学术年龄呢？这个一般是算第一个，但是就是你申请的时候，就是给那个发邮件嘛，问清楚，看看他是算哪个。啊，好的，谢谢。我有一个问题，你说。想问一下，像这些 funding，它和比如说 postdoc，还有你去找 position 的关系是什么？是你要先找到一个你的 host institute，啊，再这去个申是请 funding，两是码事吧？儿。position 的话，就相当于找工作嘛，就是他把这个工作这个职位信息放到了网上，你申就完了。然后你申的话，你就去就行了。这个相当于就是老师申到了钱，把你雇过去，这你就不用自己申钱了。然后现在说的这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想招你，但他没钱怎么办？你申钱。所以其实，就等于这个时候你也还没有，就你还没有和你的，就是并不是正式的学生或者是staff，然后只是你跟你未来的 potential employer 在一起申这个 funding，这样子吗？OK。你可以是家待业，你比如说博士毕业了，然后你就没找着工作，在家待着，那这个期间你申请这个可不可以？就我说这些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的。OK，谢谢。啊，不客气，感谢你的问题。还有我看，只有一个评论里的问题，这些之间相互冲突吗？申到一个可以申另一个吗？就刚才说嘛，你可以用同一个那个 proposal 申请多个，但是如果都申到的话，就拿一个，别得拒掉。但是如果你用不同的 proposal，你又申了一个 ERC，又申了一个别的，行不行？这是可以的，因为它不一样的，对吧？不一样的，这就是另一码事儿了。这是两个问题。行，我把这个我先过一下吧，然后一会儿给那个唐鑫分享一下芬兰那个情况，我也很好奇。
然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有多个问题，一般是自己申还是跟导师一起申？一般就是如果说是像那种职业发展的，比如说像 Malikulia 啊，像这个 NWO 那种职业发展的，要有个合作导师。你毕竟那是博后的基金，你得找一个合作导师。如果是申请 ERC， 你想自己成立组，那你不需要导师，那你自己申。然后申请人身份有什么限制？没什么限制，这个学术年龄是一个限制。然后其次还有一个限制，可能就是这个在国家待的年限的问题。那比如说在奥地利，如果申请奥地利的钱的话，在奥地利要待两年以上。别的国家应该有类似的，我不知道。然后 grant 准备到什么时候接去开始联系导师呢？我觉得应该是先联系导师再准备 grant。然后这个申请评审 grant 的时候，看重申请人的哪些方面呢？然后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大的 distinction， 一个是 scientific excellence， 一个是 career development， 就是根据这个侧重的评审打分会有一些不同，对吧？然后条件是什么呢？以发表文章、选题、大佬支持，这个很难回答，这都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如果说你关心的是科学的 ERC 的话，这个想法要好，因为我真的看到过申请到 ERC 的人，他没什么文章，但是他那个想法可能真的很好。然后如果你是 career development 的话呢，你个人本身自己之前的一些条件，这可能也会同等的重要。这 reviewer 看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啊。这个然后呢，这博士后应该看重的地点是什么，应该重点的是什么，这是同一个问题啊。然后下一个，有一个人问到，那想了解老龄化的研究哪个国家，我觉得哪个国家都有老龄化的研究。然后目前博士二年级，博士毕业以后想去欧洲做博后，有没有经验分享啊？我没有经验分享，我这是一个信息分享，但是如果有别的人想信息分享的话，大家欢迎。然后荷兰或者欧洲有哪些中国人可以申请的不限学科的，刚才提到的我都不限学科，刚才提到的那个 NWO 啊，荷兰的 ERC 都不限， Malikulia 都不限。我说哪些国外的申请，刚毕业的 PhD 哪些比较含金量，这个无法回答，都有含金量，都可以申请，刚才提到都可以。啊，有没有侧重国际合作的 grant 呢？这个是有的啊，但是就是你得自己看，以及要跟国内合作高校是不是更容易申到，这个不一定。不同国家申请的 grant 的异同，这个没有太多的异同，都是差不多的，刚才你看举那些例子大同小异嘛。然后这个申请欧洲的 grant 难度是不是会比申请本国难度高很多？这个是的。那本国的话呢，就跟只跟本国的人竞争；欧盟的 grant 你就跟欧盟的人竞争。还有比如说 associated country 是吧？土耳其、以色列都有，尤其以色列，你看科研实力很强的。有没有比较适合在读博士申请的 grant？ 然后这刚才说那些应该都是 OK 的，有一些。然后奖学金申请是否与欧盟身份挂钩？这个基本上没有。各种 grant 申请难度如何？疫情的申请有没有影响？难度无法判断，你说难就难，说易就易嘛。就是我这种问题一般不太容易回答。然后疫情的申请有没有影响？这个是应该可能是有的，就是因为很多你老板可能他受疫情的影响，他没有钱了。那他没有钱的话呢，就导致需要有申请额外基金需求的人变多了，那么你的竞争可能就对吧，有点激烈了。明年哈，我说。然后 project work package 计划写的多细致为好，还是说要强调 big picture， 这个不太好回答。然后举一个 ERC 的例子吧， ERC 的 proposal 分 B1 B2， 就是两个部分。然后 B1 的话呢就是 big picture， 但 B2 的话呢你就得进到 working package。然后是否有可以申请只是 postdoc fellowship 啊，今天说的基本上都是。然后申请经验今天不侧重这个。然后在美国拿到学位时间已经早于欧洲 grant 对于毕业年份的限制了，近一两年才决定来欧洲发展。对于这样的案例，有可以申请欧洲 grant 教职的建议呢？啊 ，ERC is waiting for you 。然后欧洲 vacancy 的机会，然后 PhD 这个 vacancy 的机会，那这个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工作职位了，就是你不用申请 grant， 你不导师申好了，然后他用这个钱可以来招人，他会把这个信息放到网上，然后这是另一个话题。OK。啊，这是我自己 ，sorry 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欢迎大家关注。咱们还是来回到，这个还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20秒的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就是如果有问的话，现在问；没有的话，我就交给唐振博士让他分享。啊，他那个芬兰打分了，我看这好像这个聊天里有问题。确定博士毕业时间的话，可以在最后一年开始申啊。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没拿到学位，但是比如说你可以让导师给你出一个信，然后说啊，他 OK， 基本都 OK 了，今年肯定拿这封信就可以去申请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没毕业就可以申，然后反正就申到了这个，有的是要求你申之前拿到，有的是你申到了入职之前拿到 PhD 就可以。
申博后阶段的 neoprograduate 等等等等。OK， 这是给大家就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感谢大家的分享。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来，唐鑫，你分享一下吧，好吧？好，谢谢谢谢，就是，我给大家 share 一个屏。就是我简单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鑫，我现在在赫尔辛基大学博后，我是在教育学院，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在芬兰那个尤维斯丘莱大学心理系读博的，然后因为我的方向是教育心理学，所以也勉为其难的混在大家这个群里面，虽然我自己做的可能更多偏教育一点，但是刚刚我也看到我以前那个同事超雄，他刚刚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超雄他是在尤维斯丘莱大学，然后我就是自己也申了这个芬兰这个 Academy 呢，然后我其实我是今年才发现这么一个 table， 然后我是觉得一看这个 table 我自己也惊了一大身冷汗，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这个 Academy 可能它主要是 Academy 芬兰，它是不是对于博士生的，它主要是对于那个你博士毕业之后的，就是芬兰这个 Academy 它其实主要是有那么几个这个选项，一个就是这个叫博士后 postdoc researcher， 是你说你博士毕业，哎，这个谁在晃吗？画屏幕。就是你博士毕业，四年之内你可以升的，叫 postdoc。然后是四年到十年，我忘了是四年到七年，四年到十年之内，你升这个 academy research fellow。然后你这两个其实主要是用来发工资的，它其实给你 research 的这个钱是比较少的。然后还有一个叫这个 Academy Project， 这个是专门是用来做科研的，然后用来雇一些博士后用的，这是这三个。但是我主要想分享的就是关于那个打分的，就是在这个 proposal 这边打分，它其实是从一到六分，但是它是分这么几个选项，就是一个是就是其实刚刚那个张磊已经总结了非常好了，一个就是当然你就是你本身的这个 research idea 它会给你打分，然后包括你的这个feasibility 他也会给你打分，包括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你的那个 CV 他也会给你打分，然后当然在这个芬兰这个像我自己身的这个 postdoc researcher 这个 funding 里面呢，他还会要求你有一个合作者，然后你 mobility 他会对你的这个 mobility 跟你的合作者 collaborator 他也会打分，然后都是这几个分项都是一到六分，然后呢最后他会给你一个 overorder 的这个这么一个 ranking。然后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看到这个表非常震惊的一点，就是说大家我们平常可能在申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得的最高分我就肯定能得，这是大家可能一贯以来的一个想法，包括我之前也是这种想法，但是当我看到这个 table 的时候我是有点傻眼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是 Academy Finland 他自己在网站上公布出来他们这个打分的那个结果，就是说你看这是这个地方不同的那个 panel， 这是他给的那个你打分之后他给你是给你 funding 还是不给你 funding 的这个状态，就是换句话说你得了最高分，假设说心理学一般就是教育学心理学一般是在这个 culture 跟 society 这个 panel 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在那个 health 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整个包括刚刚张磊分享过，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得的那个比率它大概在芬兰也是一样大概是 15% 概念，但是呢你看看仔细来看这里，就是你得到最高分就是你总分得到了最高分，但是你它最终还是它最终你达到这个 funding 的可能性也只有 9%， 然后如果你只得四分五分你还是有 4% 的概率拿到这个 funding， 但是最恐怖的是你得到五分六分但是你依然拿不到 funding 的概率有 20%，这是一个我当时看到这个 table 之后比较震惊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也想起来，就是说之前有很多同事他也分享，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自己 proposal 也非常好，他自己的 publication 也很强，然后他最后依然没有拿到，就是他有很多其他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学术之外的很多东西很多考量，他最终决定给不给你这个 funding。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意识到，提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啊，非常感谢唐鑫的分享，谢谢啊。这个就是我之前听一个分享的时候，然后就是说，这个真的好多时候是看跟你同时竞争的人的。就如果说大家都很厉害，你虽然说也拿了5到6，但是那边就是有人更厉害。然后之前听有一个人分享，他申请了3年居里，然后每年都90多分。但是就是这个可能运气不太好，最后一年终于拿到了，但是之前就是有点背。但是他本身你说纯看他的东西好不好，好，但是放到那同样的一批申请人里，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虽然还是很好，这个运气成你无法控制，对吧？这个无法控制。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回到你之前分享那句话里面，就是大家最重要就是说不要放弃希望，就是要一直申，就是。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写了好了就一定能中，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比率其实是很恐怖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申请基金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把它当做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就行了，跟发文章一样，你发文章被拒跟申请基金失败，这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就淡然面对，就是然后这个失败之后你可以再申嘛，这不是这没有人把这个事就是 take too personal， 对不对？就是这淡然面对，多申就行了，申不了再申，就是这个踢足球踢不进去，你再踢，你进了为止，不是说踢不进去就沮丧一辈子，我就放弃职业生涯。我知道申基金很恐怖，然后那你说什么 ？Sorry。我可以补充一下关于 Academy of Finland 的那个信息吗？因为刚刚唐鑫博士讲的那个。信息是他还没有再进一步 detail， 就是其实那个会就那个申请结束了之后，他事后还开了一个具体的会，就讲那个比率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的进一步的这个分组的话，他是分了3大类嘛，就归到我们应该是 culture and society 的这一块的话，他还额外分了16个分支，就算到我们像脑神经还有心理学的这一块，其实只是一个子方向。那在一个子方向下，其实今年是有56个人一起申了，然后最后在整个小方向里面，整个芬兰是这个层级的是选了2个人出来，就基本上就是你一定，但是实际上是不止2个人拿了6分的，就好几个人拿了6分，所以他的那个比率除了运气之外，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芬兰化的非常内卷的一个东西，因为就可能所有人就看着一年就几个名额这样子，所以可能在芬兰来说 Academy of Finland 更加一个好的项目，就是说你的 PI 拿到了一个 project， 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让你 PI 然后招博士后然后把你请掉，这一个方式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我的分享可能就还是回到我们，比方说我们以前说，我考研也好，就是拿奖学金也好，就是你得排名，他就是排前5名，他才给你，就不管你多么优秀，你如果拿不到前五名，你就得不到这个机会。是的，是的，是的。好，我觉得咱们这个可以告一段落，然后给大家10分钟休息一下吧。然后金海洋，那个咱们开 breakout room 了吗？喂。